不是一个完美女子。有睚眦必报，至真至纯，不懂礼节，又很固执，不受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的一个女孩。太过于天马行空，太不守规矩，就是很独立，很懂事，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女娘。少商是一个古代的留守儿童，也不被就是奶奶跟二叔母喜欢，因为我不喜欢他的妈妈，我觉得就像他妈妈一样讨厌，所以对他不大尽心，所以没有人保护的孩子会变得非常的像刺猬，就会觉得自己要保护自己，村命啊。然后他爸妈回来之后呢，母亲呢急于想给他一些管束，从明日开始你每日到我的房间里温习读书，把缺失的这几年他所有错过的一些学习，错过的一些教育全部补上。但是呢，妈妈唯独忘记要补的一个东西其实是爱，事事都在挑他的毛病，找他的茬，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活出自己想象中的那样，总是看不上，就是有什么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其实看似不是很严重的一些问题也会被母亲来放大。若你与你的堂子一样，阿母也不至于误会你。陈浩商会觉得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也知道我这些年在家里备受欺负，你都不帮我，你就天天让我学这个学那个，你还管我，你还说我，你还骂我。他其实心里也很委屈。阿母口中的公平当真是真正的公平，还是以公平之名行偏心之事，还会觉得身边其实一切都很黑暗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也不知道什么是被爱。突然出现了变故，如果是过去的话，少商肯定是会为自己去争取，但是经历了华轩之后，他就知道要为大义，要放弃自己的小爱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第一次的成长。他会觉得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对你好，但直到遇到了一个人，就是皇后。他见到了陈少商这个小姑娘之后，他觉得啊，这个小姑娘很像未出嫁时的她，向往自由，向往爱情，有很多奇思妙想，对她没有来由的爱，她是心中去爱的。皇后就像母亲一样，给她爱，给她关怀，然后给她指引。她其实，在皇后这里是找到了安全感。谢皇后。她从小就是没有得到过爱，更别说是偏爱。所以皇后就是陈少商心中的白月光嘛，只要是为了皇后做任何事情，她都愿意。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。可是，在皇后这里，她知道了付出和忍让。在皇后身边，就会觉得很温暖，有被爱的感觉。但对于怎么去爱别人的这件事情，她还没有什么认知，她是不懂爱情的，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她。爱是什么样的，夫妻之情是什么样的，他也不知道，他甚至是非常害怕去交付真心的。一开始陈少商并不显牛逼，在少商里面，牛逼是一个不解风情、冷酷、带压迫感的一个人，也会有一些摩擦。我陈少商也根本不喜欢这样的生活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？没有你的生活。但是后来慢慢发现，林立也在保护他，去爱他。她就是这全都城最好的女娘。她对这个人不理解，到慢慢的开始理解她，不断的让陈少商感受到了爱。最后也是真心换真心。然后她慢慢的接受她，喜欢她，爱上她。无论是任何事情，都会有。
被人称为战神，因为他战无不胜，权势特别的大。他从小在皇宫里面长大的嘛，把宁不疑视如己出，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生，这就是他对宁不疑最大的希望了。但宁不疑注定是无法像皇上希望的那样生活，因为宁不疑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证了全族为守孤城战死。作为一个血海深仇压身，身上背着几千条人命的一个人，把他浸泡在仇恨里长大，我会将所有有罪之人都诛杀殆尽。林不疑特别腹黑，不说话，但是特别有主意，就把什么都藏在心中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从林毅的角度上讲，总觉得这个林不疑对他有一些怨气、不满和防范。婚姻大事应遵父母之命，父母之命。那敢问我阿母现在何处？是你负了我！明知此处不欢迎你，为何不请自来？他认为是叛逆，其实不是叛逆，是预谋的一个计划，就是算计欺负所有人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是为了养精蓄锐，能够有手段去复仇，把大局引向他想要的那个方向。但是他对圣上是完全100%的忠诚。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，他做事情都不会说考虑到小我。臣愿带兵出征。对于储君这件事，在太子和三皇子之间，他不会掺杂私人情感，更多时候就是以大局为重，他为了家国，他为了天下百姓，他有一份非常强的责任感。眼中所见，心中所想，不能只是一家一族，得是千家万户。望自己身处沙场，能够永远守护这背后的人间星河。陈少超完全是宁不疑计划之外的一个人。宁不疑认为自己就复仇路上孑然一身，不该有这种美好的事发生。遇到了陈少超，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道阳光。陈少商本来是不喜欢他的。杀！宁不疑本来是一个非常冷冰冰的人，是一个非常不懂得变通的人。毕竟经历了很大的不幸嘛。所以对喜欢的人，其实有一些不知所措的笨拙。我一开始，他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对别人好。师父，我与少商定亲，特调来一对亲卫，确保诸位的安全。在有了少商之后，他也是会懂得为了少商去考虑和改变。慢慢发现他也没有感受过爱，他其实只是可爱。恰恰是这样一个需要治愈的这样一个心态，让他跟女主的相遇才会变得美好。最好的时候，他又非常绝情的为了完成自己的复仇，将一切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，不会拖累任何人，一干二净。就是林不疑的方式，很绝情，也是唯一的方式了。林不疑这个角色是很难演的，因为他需要一个外在的冷酷的包装，他的情感又是复杂的，有点像个一枚硬币一样，中间的缝很窄，又纯真又疯狂，又热烈又毒辣。就是当然在演好这些比较极端的重情感戏的时候，会有非常大的快感。这个复杂的每一面都让我很心疼。